乌克兰一男子与人交谈，炮弹落在五米外，瞬间炸飞，爆炸声震耳。综合媒体3月14号报道，近日乌克兰基辅州伊尔平市一名男子被炮弹碎片击中的画面曝光。一名武装男子与人交谈时，一枚炮弹落在了男子的身旁，男子被爆炸击中倒地，身边的人员将其拖走。据悉，目前尚不清楚炮弹来自何方。